我看这题目，社会 y 等于 f of x 等于 log 以二分之一为底的 x 的图形。那么首先我们列表求出这一点，那么这一点呢，我们是以 x 是等于八分之一代入，那么 log 以二分之一为底的八分之一，我们算出这等于三。那么 x 以四分之一代入，那么得到这里是 log 以二分之一为底的四分之一，那么算出这是2，那以此类推，所以呢我们可以算出这些点坐标。那么接着我们把这一点描绘在这坐标平面上，那么再以平滑曲线把它们连接起来，这样我们就得到这是 y 等于 log 以二分之一为底的 x 这个函数图形。